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名画背后的圣经故事第28集，该隐与亚伯，与比利时大画家鲁本斯著名的画作该隐杀害亚伯。目前这一幅画珍藏于英国伦敦大学科陶德艺术学院。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，离开伊甸园后，夏娃生下该隐和亚伯两兄弟。虽然伊甸园已经回不去了，新生命的诞生带来喜悦，也可以看见神眷顾的恩典未曾断绝。该隐是农民，亚伯是牧人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要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是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两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鲁本斯是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，更是法兰德斯画派的核心人物。鲁本斯于1625年起曾出任西班牙等国的外交使节，有了外交官的身份，得以周游列国，依靠临摹吸收了各国艺术大师卓越的才华，精通各类的绘画的技巧。其中呢，受到米开朗基罗、威尼斯画派和卡拉瓦乔的影响最大。他擅长神话、历史、宗教、肖像、风景及风俗画。我们可以从鲁本斯所绘画的许多作品中呢，看得出来，他丰裕的人物造型、热情饱满的色彩、充满戏剧性的构图看得出来。而这一幅呢，该隐杀害亚伯，是否让您一目了然？有米开朗基罗、卡拉瓦乔还有威尼斯画派的影子呢？鲁本斯又将这些元素跟法兰斯民族美术呢的传统做结合，加以发展，形成了自己的画风，作品丰富，被尊称为法兰德斯第二个黄金世纪中最突出的艺术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由该隐与亚伯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魔鬼呢有数不尽的伎俩，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计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等诸般的情欲呢，都是魔鬼常用的伎俩。魔鬼呢，不仅有数不尽的伎俩，还是个制造祸端的能手，熟悉何时向何人该用何种伎俩才能够命中要害。例如，他向亚当和夏娃就使用怀疑的伎俩，使他们否定上帝的权威。像该隐呢，就发射嫉妒的计谋，使他杀害他的弟弟亚伯。像扫罗呢，就发射悖逆的火箭，使他厌弃上帝的命令。像犹大就发射贪财的欲望，使他出卖主耶稣，不胜枚举。然而，感谢上帝，
虽然魔鬼的伎俩是厉害的，他的诡计是多端的，但上帝赐给我们圣敌的武器信德，便可以灭尽魔鬼一切的火箭了。因为魔鬼虽然有各种伎俩和诡计，他的目的却只有一个，就是要败坏基督徒的信心。这样只要信心坚定不移，则不论魔鬼用什么诡计，都必失去效力。耶稣也告诉我们要有芥菜种子的信心，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子那样的小，耶稣的意思乃是就算我们只有像芥菜种子那样小的信心，只要把它种下去，它就会不断的长大，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寄宿在它的树荫下。由此可知，芥菜种子的信心并不是小的信心，乃是大的信心。唯有大的信心才能够持续侍奉主，讨主的喜乐，也唯有大的信心才能够抵挡撒旦的攻击，胜过苦难和罪恶所带来的辖制。亚当夏娃的两个孩子各自拿出自己的生产献给上帝耶和华，但上帝看中了弟弟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中哥哥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这两节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其实是先看这个人对不对，好不好，然后才看他的供物。这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，不是吗？我们想把工作成果献给上帝，想把传福音的成果献给上帝，但我们经常忘记，其实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生命发展的如何，有没有听话去爱人如己呢？所以不要在忙碌里迷失了，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爱他的心，感谢上帝。读完之后，我们还要看到其实谦卑与反省的能力也很重要。我们看到神喜悦亚伯与他的供物，哥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甚至杀了人。面对类似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也许是面对父母、老师或主管的要求或责骂，那时候我们是放任自己生气翻脸吗？还是能够冷静下来，谦卑地反省自己，发愤图强呢？相信后者是更讨神喜悦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请帮助我们能够保持谦卑，保有反省修正的能力，做神所喜悦的孩子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名画背后的圣经故事第28集，该隐与亚伯，与比利时大画家鲁本斯著名的画作《该隐杀害亚伯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。欢迎您广传给更多的基督徒与慕道友，一起为主传福音，感谢主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名画背后的圣经故事，目前已经录制完成总共27集，欢迎您的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并不要忘了按赞。谢谢您的支持与鼓励，我们下次再见。